开始。稳住！哎呦，不要紧，不要紧，赶快站起来。好，继续的爬起来。哎，好样的！前面要跳过去，跌跌撞撞还是要冲。到了我们的跳杆的地方了，要跳过去啊！跳，哎、好，跳过去，漂亮！现在他已经跳过了我们的第三关。哎呦！他是速度型选手。虽然说刚刚呢确实还挺危险的，不过还好控制住了哈。他说了自己是学舞蹈的，所以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还算是很好的。哎，好。我们的滚筒阵第八关是滚筒。哎呦！还有时间，所以你赶快起来。看到没有？我们的滚筒可是很厉害的哈。现在我们的选手已经掉到滚筒里面去了，赶紧爬出来。美女在哪儿呢？美女，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她已经出来了。来，美女，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缓冲区，然后再来冲过我们的滚筒这一关。我们得重新得经过滚筒阵。如果说顺利通过了滚筒这一关之后，你将获得由这个黄金洞送出的180块钱的套票，是两份哦，所以一定要加油了。三、二、一，冲！冲！哎呦！最后的那么一个滚筒了，又无情的被滚筒给带下去了。好的，还有大概还有10秒钟的时间，美女加油了，还有最后的10秒，看看你能不能够冲过我们最后的滚筒那一关呢？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哎呀，非常的遗憾哈。但是没关系，你可以获得由黄金洞送出的价值180元的套票一份，恭喜你！来，我们继续冲关，有请下一位，有请冲关美女。我叫吴灵慧，也是学舞蹈的。是的，我是1、2级舞蹈系的学生。哦，学舞蹈的哈。刚刚那位美女呢，给我们撂了一下腿哈。你觉得这个动作对于你们这个学舞蹈专业来说是算难的吗？不是算难。哦，不算难的哈。还要挑战上一位。那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展示呢？我给你们下个叉吧。下个叉，好，来，我们看看这位慧慧给我们来一个劈叉。哇哦，很厉害啊，很厉害，太棒了。关键是他没有准备说下叉就下叉。刚刚那位选手呢在滚筒那一关掉下来了，但是我觉得那一关真的如果控制好了的话，其实这关你觉得怎么样？或者说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拿电视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3、2、1，计时开始。加油。现在我们这位选手呢已经通过了我们的第二关水上滚筒。哎呦，你看他来到这个水上跳高这一关的时候都是很轻盈的哈，蹦蹦跳跳就过去了。哎，好样的，水里确实很凉快哈。第一次跳远失败，来，再一次回到我们跳远的起点。深呼吸，甩开。好，第二次尝试还是落水了。哎呦，第二次又被掉到水里去了哈！来来来，我们的安全员帮他一把，好，加油，不要放弃，继续的来挑战。稳住，稳住。好，那么顺利的经过了我们的这个跳远，下面又再过去一个拱桥。马上就是4个圆筒关了哈！小心，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稳住，稳住。好样的，好样的，恭喜你挑战成功了，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这个4个滚筒这一关。好，现在终于又有选手来到了我们这个荡绳。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大概还有40秒。好，这必须再次回到这个荡绳的起点。今天的第一位全场冠军就要产生了吗？会要产生吗？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猜一下。好，你觉得他能够冲过全关吗？我估计有点狠呢。我觉得你应该没得问题。加油了，美女。好，我们要进入到美女第二次尝试还是失败。我们要进入到倒计时，9、8、
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美女最后是直接放弃了是吧？是的，没关系，但是觉得坐在赛道上很凉快是吧？哎，对，但是呢，她已经很不错了。她可以获得由黄金洞送出价值180元的套票两份。来，接下来继续闯关，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闯关美女。你好，美女，我们来介绍一下，美女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大家。我叫周婷。周婷，哎，是。今天所有的闯关美女名字都很好听。都很好听，是的。好。对，边跳边过去哈，准备一二三，走！当当当！哎呦，你这给我太大惊喜了！我以为你只会边溜边过去，没想到你翻了一个筋斗过去了。人家都是练家子，好不好？好吧，好，来准备计时，三二一，开始！哎，妮妮非常的稳，哎。好，现在呢，我们的这位闯关选手一过去的时候，旁边的啦啦队啊。这个自发的就喊起了加油声啊，是不是？美少女必胜啊！美少女必胜，横扫千军！天哪，你们的这个口号太霸气了！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位美女呢，她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水上弯道这一关。但是呢，其实你掌握到了诀窍，哎呦，好吧。跳到水里其实挺凉快的。来，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位闯关选手再回到跳远的起点，回到跳远起点，因为你掉水里了，所以必须回到我们的起点再来跳。啊，他回去打算跳回去吗？他走回去，你看他会翻回去吗？好，他展示他的平衡能力，哎，非常不错。好，好，我们再来一遍。OK， 还有时间，加油！相信你没问题的，加油！稳住自己的身体，稳住，来稳住跳远。好的，好的，好的，漂亮。滚筒这一关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学舞蹈的女生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哎呦，这个冲力太大了，直接就冲到我们另一关的水里面去了。来，我们需要再爬起来冲过这个荡绳这一关。加油，当时这一关的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的过到这一关。是的，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其实时间还是足够充裕的。好，现在他掉到水里去了。我们得重新得、重新得荡一次，重新得荡一次，因为掉水里去了。因为掉水里，凡是哪一个关卡掉到水里，必须回到那个关卡的起点，再次来冲关。这就是我们的规则。必须得遵守游戏规则。好，还有最后20秒，加油了，加油，加油，还有时间的，加油，哎。回到起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他再一次回到我们荡绳的起点，马上呢要发起冲击了。看看最后的5秒钟了，不好意思，我们要倒计时了。3、2、1。哎呀，真的好可惜啊，太可惜了。其实他刚刚已经上来了。对，他们获得的是由黄金洞送出价值180元。计时开始，3、2、1，开始。我们的文艺文艺青年刚刚这一跤摔得更重的哈。文艺青年刚开始都要摔几跤的啊。为什么呢？他会这个在跌倒中茁壮成长起来。哦，跌跌撞撞才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对。好，我看到他确实再一次跌倒了，但是又爬起来了。哎呦，美女，文艺青年，我们那关是要求跳的，不是要你把我们的根给压下去。好吗？那不是扁担呐，那个是要求跳的。是的，悠着点，别把我们的道具给毁了哈。其实我看到我们的这些很多障碍啊，我想到人生就是这样的，有起有伏，是吧？有坡度，有缓度，起起落落的。对，所以他现在就来到了坡度了。特别最后还那么荡一下。那不，最后其实真正的最后一关，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只有最后一位选手冲到这一关的时候才知道。最后就是游泳。好，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位文艺女青年来到了我们比较有难度的这一关，就是要跳远了。我们看她能否顺利的跳过去，拭目以待。1、2、3，嘿，好样的，直接往水里跳了，够凉快的哈。难度系数3.0，再次爬到我们的赛道上。好，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要抓紧时间，不要耗费太多的时间。来，加油了，再。第一次跳到水里去了，
哎，美女，我说我想跳水里，没让你跳水里啊！加油加油，我们最后还有时间，来继续爬到我们的赛道上。只要你跳过这一个坑，那么你就有好大的奖品等着你。不过我跟你说，这个胖子你绝对不能参加我们的这个冲关，你去了我们这个赛道绝对是砸出很多个坑来了。三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恭喜你可以获得由黄金洞送出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恭喜你！哇哦，美女，你是提了一个水杯上来的吗？我知道，这是话筒装画卷用的。我知道，你干嘛硬要表现出你比我有才呢？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是画板，背得很大。好，我知道你文艺青年。然后整天去上课的时候，像背的是龟壳一样的那种。对你现在也背了个龟壳，只是背到前面来了而已。来，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叫谢阳。谢阳啊、嗯，是因为爸爸姓谢，妈妈姓杨吗？对，真聪明，真的呀、哎！你还这个都知道啊，真是的，好聪明，好聪明！我就说了，我很聪明的嘛。啊、嗯，那今天呢，拿着这个话筒，这里面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嗯，图案画。图案画，我们来欣赏一下，欣赏。我跟你说啊，构图、造型和它色彩的比例。嗯、哇，你懂这个？是的，真的、啊，一点点呢、啊，一点点，哎呦，你太有才了！特别是它的中国的这种底纹的运用的非常好，颜色非常的艳丽、啊。对，无论是龙凤还是它的吉祥图案，用的是特别的好。龙凤呈祥，也希望你今天的冲关能够取得好成绩，好不好？嗯、三、二、一，开始！冲吧，美女！哎呦！这第一关独木桥，终于有一位在第一关就掉到水里来了。没关系，没关系，赶紧爬起来了，咱们时间还有很多。来，赶紧把工作人员帮个忙，我们的安全员帮忙一下。好，让我们的美女再次回到赛道上面来。哎呀，说实话，真的，其实掉到水里以后很凉快哈。是的。这样的话，冲关呢更加能够让你心静下来。还有一个，你看很多人下去之后啊，嗯，掉下去容易，上来难。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冲关赛道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滑的啊，尤其是沾了水之后更有难度了。好，现在我们看到哈、啊，这个谢阳已经顺利的冲过了我们的水上拱桥这一关。嗯，叫跳杆不叫跨栏，好吧？好，他非常小心的在过这个弯道。好，过弯道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确实哈，这一关要是急的话，很容易就掉到水里了。哎，那么是重心啊。哎，现在我们的谢阳是准备来一个太极了吗？准备来五一套剑术了吗？冲！哎呦，直接冲到水里了。来，谢阳赶紧爬起来，再次回到跳远的起点。还有最后的十秒钟，我们要倒计时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直接不上来了。水里很凉快是吗？好吧，在这儿呢，也要恭喜谢阳可以获得我们一份奖品，是什么呢？由黄金洞送出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恭喜你！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有请。有请下一位闯关选手，叫陈树，我来自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一二级舞蹈学。你觉得自己今天来冲关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让我暴晒了一天。暴晒了一天，所以现在要及时要跳到水里去清凉一下，是不是？好的，满足你的心愿，赶紧上赛道做准备吧。三、二、一，计时开始。这个加油喊得真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哈，觉得太热了，急需要到水里去给自己降降温。但是我刚刚从这个陈树的那个脸上看到真的很开心的笑容。对对对，因为他觉得自己刚刚的这个小心愿已经达成了，好灿烂，真的是跳到水里清凉一下了哈。很少看，很久。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如果您也想要像我们的陈树一样跳到水里清凉一下的话，还等什么呢？赶紧来到我们的冲关赛道上吧！赶紧来清凉一下。对，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来冲关呢，不仅可以清凉一下，还有奖品收获哟。哎，嗯，好，现在呢，我们看到陈树，哎，好，好样的，陈树，非常的棒哈。加油、加油！现在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我们比较难的那个关卡，就是水上跳远这个关卡。现在来到了，他现在到缓冲区，现在马上要面对他的就是我们的滚轮阵了。
陈叔，我告诉你，时间是绝对的充足的。哎，稳住，加油！的陈叔，加油了，加油了，陈叔。陈叔最后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荡秋千的关卡。哎，好棒，哎、好棒、哎，坚持住，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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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一定要稳住。好，好呀，还多少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陈叔，我告诉你，现在才1分30秒，你才用了1分多钟，加油，还有1分钟。加油，陈叔！哇、哦！然后赶紧游到我们的这个佛台上来，赶紧的。终于要迎接第一位冲过全关的选手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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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陈叔，加油，加油！好样的，陈叔！敲响这个锣，敲响这个锣，赶紧的！好，恭喜我们第一位闯关成功的美女。刚刚陈叔说了，等太多的时间了哈。看来这个等待是值得的。怎么样？我就说了嘛，张老师海信来了，海信来了，海信来了啊！我跟你说，现在海信电视能不能够拿走还不知道，但是要恭喜你可以拿走的我们闯过全关的奖品，对，就是由黄金洞送出的价值180元的套票三份，以及由西门子电器提供的价值599元的咖啡机1份。是的，这些奖品都是你的了。你好，哇哦，这位女生好白哦，皮肤叫什么名字？我也叫佳佳啦，不过叫吕佳佳。哦，吕佳佳也是佳佳哈。佳佳，前面那位选手给你压力了，他是已经冲过了全关，电视机在等我的啦。来，请上赛道，3、2、1，计时开始。哎呦，天哪！啊，这第一关就直接的重重的栽到水里去了。没关系。啊，佳佳。佳佳，加油！我跟你说，今天来冲关，哎，继续起来呀！还可以继续。怎么了？你不会就放弃了吧？佳佳，快点加油！我们还有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赶紧回到我们的赛道上面来。在这儿呢，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这次的水上冲关的赛道呢，可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哟，是非常高端大气的哟，而且确实是很有难度的。思密达，你只会说这一句是吗？思密达。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来冲关来挑战。对于我们的很多女生来说，尤其是学舞蹈的女生来说，还是挺简单的，是不是？加油，这一关对很多女生来说特别困难，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通过。你的目标是要拿到我们的那个海信40寸的电视哦，为了电视勇往直前冲了。好，佳佳终于过了跳远区，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拱桥这一个关卡。还有最后的25秒，哎呀！哦，佳佳，我完全放弃了，不能放弃，坚持住，佳佳。如果你冲过了这个滚筒平台的话，还是有奖品送给你的。3、2、1，时间到。佳佳最后放弃的时候那个姿势，耶、来，有请下一位闯关选手。哇哦，穿的一身运动服上来了，很运动啊。那个，我发现所有参加我们水上冲关的穿的都还比较的凉快的哈，你穿这个待会儿落水了以后能行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他压根就没打算要落水。来，请上赛道做准备，准备听口令，3、2、1，计时开始。慢一点，慢一点，稳住，稳中求胜。好样的，现在呢，这位穿着运动服的女生哈，说实话，看着她，我觉得这身，哎呦呦呦，我这个时候看着她，我觉得还蛮热的哈。哎呀，真是的，她自己也觉得有点热了，所以呢，一屁股坐到了我们的这个赛道上面哈。好的，他已经到来了之前难度最大的跳远这一个关卡。哎呀，现在整个身体已经趴在了我们跳远的这个两边的圆筒的上面了哈。
现在四个滚筒关在你的面前喽，看看你是顺利的冲过呢，还是掉入水中？加油！加油！哎，加油！哎呀，真被我说中了，直接掉到水里了。还有最后的三秒钟，三、二、一，时间到。好的，谢谢你的参与。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我叫刘九慧，是来自湖北民院的音乐学。哦，慧慧是吧？相信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慧慧来，加油！请上赛道做准备，慧慧加油了！三、二、一，计时开始。哎，慢一点。哦，慧慧，没关系，没关系。挑战自己，但是在第一关呢就落水了。再来，再来。来，慧慧，赶紧。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怎么回事，慧慧？哎呀，慧慧，来，慧慧，加油了！你准备跪着过去吗？好样的！好样的！好，好，好！现在已经顺利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独木桥，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水上拱桥。这一关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相信你绝对没问题。好，现在哎，这个是要跳哦。好的，现在我们看到慧慧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水上弯道这一关哈。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跳远这个关卡，我们看到能否顺利的跳过去。哎呦，直接往水里冲了哈。慧慧，你得从跳远的起点重新开始。来，慧慧，好，现在看到呢，在慧慧的身边哈，一共有四位安全员保护着她。好了，慧慧，我不得不告，准备三、二、一，计时开始。好，慢一点。好，现在闯关的这位呢，是和湖南卫视的一位大牌主持人，同名的李锐。但是呢，哎，这个李锐呢，却是一位女生哈。对。好，我们看到。瑞姐，瑞妹啊，瑞妹呢现在已经冲过了我们的水上弯道这一关，来到水上跳杆了。跳过去，要跳过去。水上跳杆，跳过去啊。水上跳，哎，好了，学舞蹈 的我觉得跳杆对他们来说呢，哎呀，有跳杆很简单，但是我们的水上弯道确实很有难度哈、啊。来，李锐，赶紧抓紧时间，再次回到我们的弯道的起点。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恩东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大型水上冲关竞技比赛，幺妹带你耍吃，为爱向前冲。那我们的报名方式呢非常的多，可以通过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0718-8305-089，也可以通过呢网络报名，登录我们的恩师网络电视啊、然后呢点击我们幺妹带你耍的这个网页可以报名哈。另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我们的比赛现场呢就是在体育运动中心的奥普勒水上乐园，我们在这儿等待着您来冲关。现在李锐被困在我们的水上跳远这一关哈，确实这一关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对不对？哎，得跳过去，跳过去。对，这样不行。我们水上跳远必须要跳过去。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我觉得早喊二姨她早就过去了。对，你必须要逼着你才行，是不是？但是没办法，我们的时间到了你才过去，所以这一关不能算了。接下来要闯关的是哪一位选手呢？来，有请他出场。我叫陶红。陶红，陶红好像又是一位影星的名字。巨星大陶红还是小陶红？有没有什么冲关口号呢？没有，没有。好吧，没有也是一种态度。好，来，请上赛道做准备。准备，三、二、一，计时开始。哎，不错，顺利的过了第一关独木桥，现在正在穿越我们的拱桥。哎，但是
这个小桃红刚刚的爬我们这个独木桥哈、啊，还是第一位看到有选手被卡在了一个桥里面的哈、啊。好，他现在呢要通过我们的水上跳杆。在这儿呢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这一关必须要是跳过去而不能是爬过去。好，哎呦，哦，直接的就跳到我们的水里面了哈。哎呦，我强烈建议下次我们主持的时候也在水里主持，好热呀。桃红加油，小桃红加油啦，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好，哎，过来了，现在已经通过了我们的水上跳远这一关，马上他要冲击的就是我们的四个圆筒。看看，我正要说看看他，是一口气就冲过呢还是掉到水里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我们接着继续闯关吧。那现在要闯关的是哪位选手？可不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来，美女你好，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来自湖北民族学院一二级的舞蹈生，叫陈阳。希望你取得好成绩，好不好？好，来，请上赛道做准备。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计时开始。哎呦，出师不利。好，我们看到刚刚呢这位选手在第一关的时候呢，哎呦，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估计是很想下水吧，天气太热了，所以呢直接掉到水里了。是跨栏呢、哦、哎，我很纳闷啊，为什么在跳高那关你不跳，反而在我们的这个弯道这一关你选择了冲过去呢？好，现在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水上跳远这一关。哎，张静，我正要说我们来猜一猜哈，他就掉了。对，我正想说我们来猜一猜，他是直接跳过去呢还是掉到水里啊？我们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跳到水里去了。那我们要重新开始，从跳远的起点重新再来一次。好了好了，这个算过了。我们的滚筒给带下去了哈，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好了，没关系，那么依然你可以获得由黄金洞送出的价值180元的套票一份。你好，蹦蹦跳跳就上来了，赶紧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来自于迷艳一二级舞蹈生的，我叫王翠叶。请上赛道做准备，三二一，开始。好，现在我们看到小艺同学呢，哎，已经爬过了我们的第二个关卡，水上弯道这关。这关看着我们还是挺惊险的，不过呢他有惊无险的哈，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这个水上的弯道这一关哈。啊，我正想说跳远这一关怎么样呢，没想到就直接跳到水里去了。还有时间，抓紧机会，我们再来一次。其实小丽她从一开始到目前的这个关卡来说，她是一个速度型的选手。嗯，而且她其实虽然说速度有点快，但是比较的稳，对不对？
站定好自己的位置，调整好自己的整个身体状态之后，冲啦！好，差一点点呐，差一点点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跳远这一关了。但是呢，最终还是，看来我们的水上的冲关赛道确实挺有难度的，对不对？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水上冲关赛道可是来自韩国的哟，思密达的，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思密达，加油！现在是他的第三次要来冲击我们的水上，好样的，好，事不过三，终于冲过了。那么目前呢，你所剩的时间还有30秒。大奖电视就等着你了，好样的！好，我们加快速度，你还有15秒，15秒钟，看看奇迹会不会上演呢？好，还有最后10秒，10、9、8、7、6、5、4、3、2、1，时间到！非常遗憾。但是呢，在这儿还是要恭喜我们的小易，他呢可以拿到由黄金洞送出的价值180。